肖战他谦逊有礼，坚韧挺立，不畏严寒，用分贝去传递一片赤诚火热的真心，哪怕世界烦扰，也要做最真实的自己。走过的痕迹变成了光点，无论明天或雨或晴，都要带爱前行。肖战哥也是在2021年收到了一个特殊的新年礼物，星星没你亮，肖哥你最棒，让我们来期待更加优秀的你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肖战，谢谢，请到内场休息，希望今天晚上愉快。非常高兴今天由我来这个祝贺啊，获得2020抖音心动之夜年度热榜之星的是，请看大屏幕。从舞台到荧幕，他从未停止奔跑，心怀赤诚，迎接一次又一次的挑战，始终谦逊，勇于担当，赤子热忱，初心不改。抖音见证他的蜕变与成长，他在抖音的相关搜索量超过2亿，明星话题榜连续夺冠18期，总夺冠22期，首个视频更是迅速登顶抖音热榜，他的同名话题播放量破500亿，他是年度热榜之星肖战。恭喜肖战，请上台领取属于你的这份荣誉。请两位合影，留下珍贵的一刻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导演，谢谢，辛苦。导演，谢谢。那我们要请肖战发表他得到这份荣誉的感言。何老师好，康永哥好，新年好。首先，非常非常感谢抖音可以给我这一份荣誉。2020年对于我来说是难忘的一年。那希望2021年大家都可以顺顺利利、健健康康，然后对于我来说可以交出更好的作品来回馈大家的喜爱。谢谢。谢谢肖战的感言，再次祝贺，我们期待你在新的一年的作品，谢谢。